他们来自不同领域，都曾披荆斩棘，敢为人先。一张特殊的艺术清单，勾画出他们人生的新面貌、新体验。音乐、电影、文学、戏剧，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塑造了他们的人格？敬请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全新节目《我的艺术清单》。王小摩，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50年来，他一直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主持研制出多部世界先进的地面雷达，并引领我国实现了从地面雷达向空中预警指挥机的飞跃，为推动我国国土防空网的建设以及我国雷达预警机事业的创新与发展，并使之步入国际先进行列，做出了重大突出贡献。作为科学家，今天他将带来怎样的艺术清单？在和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多年的合作中，他有着怎样难忘的故事？这就是我，王院士。一个个意外和惊喜背后，将揭开他怎样的多面人生？不是。精彩内容稍后播出，敬请关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为您特别奉献的《我的艺术清单》，我是朱迅，欢迎大家。今天啊，您看我身边有一些模型，特别想赶快为您介绍一下。这一架是我国第一架自主研发的预警机，叫做空警2000，够气派。这是我国第一部自动化的三坐标雷达，加上我国第一部中低空兼顾雷达，这三样啊，就是今天这位嘉宾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电子和国防工业的三座里程碑。而这里有一把金壶，同样一双手，在艺术和科学之间会有怎样传奇的故事发生呢？赶快有请我们今天的主嘉宾，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同时也是著名雷达专家、中国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王小摩院士，有请。你好。你好。您看起来气色真好，太凑合了。您被称之为预警机之父。首先啊，我们邀请王小摩院士给我们上一堂科普课。您给我们先说说什么是预警机。预警机呢，顾名思义就是预警。预警是什么呢？就是看有没有敌人的飞机飞到我们这儿来侵犯我们的领空。那么一般呢，这个我们是用那个叫雷达来看。雷达呢是往天上看的，飞机飞得很高，所以可以看得很远。那么就要把我们雷达搬到这个飞机上。但雷达是很重的，那个雷达好几十吨，世界上呢就是很难攻关做这个事儿。那我们就把它搬上来以后，那么还加上那个前面你看这些小辫子，就是啊，这是什么呀？这个是做通信用的。搬得高以后就可以看得很远了。因为有这么多通信设备啊，跟我们这个各种这个国内都联系起来的，那么这个必要的时候呢，我们的空军的指挥员就在这个坐在这个上面来指挥，所以他也叫空中帅府。我们这个名字太帅气了，很多朋友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预警机，而且很新鲜的是这个东西，就这个。叫大蘑菇。这些真叫大蘑菇。叫大蘑菇啊。这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这个里面呢，就装的是雷达，就等于把那个东西搬到这上头来了。这个在地上是那么大的一个，就能搬到飞机上吗？水平就在这个地方了啊，就比它看得还远。哦，那个，这个预警机，我听说啊，就是有100多个关键的技术突破，有9个世界第一创新。对，国际上呢也做了预警机了。我们比它起步晚，但后来者居上了。你比如这个
这个大蘑菇啊，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所以我们看的就更远了，范围和控制力更远了，就更强。好的，谢谢。今天啊，我们现场没有什么观众，但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电子科学研究院的年轻的同事们正在线上，听您讲的科普课，更听您讲的艺术课。嗯，好，那接下来王小魔院士，请您发布您带来的这张艺术清单当中的第一个作品，一起来看。京剧《凤还巢》，很多朋友都知道您酷爱京剧，差点就干了专业啊。有这个历史，有这个历史吧？有，在这么多京剧作品当中，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其实呢，我主要喜欢京戏，嗯，喜欢京戏呢。特别喜欢梅派的，爱梅派。嗯，那么这个是一个梅派的代表作，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演过这个戏，啊，所以呢就对他情有独钟了。好的，今天我们真的，为大家请来了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老师，赶快掌声有请。来，我们台中，哎呀，这样的缘分哈，以前合作过吗？合作过，异口同声。哎呦，今儿我其实在楼道里路过的时候，耳边就响起了阵阵的胡气声，也不知道是哪位高手拉的就这么好。王院士，真的迫不及待的。亲眼想看一看，听一听，至公至令的来一出呗，好不好？好的，有请各位艺术家，有请王院士。好，跟乐队合作也特别好，我觉得很舒服唱的。你看，嗯，是，角儿说唱的很舒服，特别高兴。您这您是胡气多少年了？打小比你大，比我岁数大，比我岁数大多了，那确实比我岁数大，十几岁吧。十几岁到今天，我们在大杂院里面就拉着玩。啊，我问问专业的人啊。您点评一下，你看他坐那儿，他是就是首席，我是跟着他拉的。王院士今天拉得特别好，劲头、感觉，而且那种即兴的那种能力特别好。他有即兴的能力啊，是的，是的，而且他自己就在戏里面，他挺陶醉的。我觉得今天王院士拉得挺，我给他一话筒，他就能唱，就想唱的那感觉。是，哎呀，您自己享受没？自己感觉好不好？感觉还凑合吧，啊！您谦虚了，我也觉得在他们两个在他那个带领下，胆子大一点了啊，出点小纰漏也没关系。谢谢李维康老师，也谢谢我们的伴奏老师，
请李维康老师先去台下换一下服装，之后我们继续聊科学与艺术的话题。哎呀，你看我们维康老师多讲究，舞台上是舞台上的扮相，坐下来是坐下来的服饰。主要是我主要是能够跟着王院士，没，一定要穿得好，穿我最好的衣服，这永远的一个纪念。两位不是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合作记得是什么时候吗？三十年前。30年前。我40多岁，潘是50岁。维康老师，您70了？74了。嗯，您这坐我面前就47，我都觉得说大了。两位第一次合作30年前，记得唱的是什么吗？好像女几届，我记得是。对吧？您有当时的照片吗？没有啊，太遗憾了。哦，这就是我和王院士，这就是30年前。两位第一次合作的照片登到杂志上，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找到杂志上，我就把它截下来了。嗯，太珍贵了。我们好像是一科技活动吧，是吧，院士？对。当时呢，我呢就是觉得仰慕这些大科学家，我就感觉很荣幸。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细节吗？事先不知道要跟李老师合作啊，就说你到时候上去拉一段，我说拉一段就拉一段，最后他就出来了。你被惊着了吧？被惊着了。当时就完了，就上苏三起解，很紧张。不紧张，我瞧您很踏实。就不晓得你很从容。我以为就自己拉一段了，所以没带胡琴，就拿一个二胡，那是二胡，还不是京胡。您没这张照片是不是？没有。哇，送给您，太好了，送给您，谢谢你。您能跟我说说您怎么喜欢上青衣花旦的？这个喜欢拉，也喜欢唱，这个。当时那个嗓子好，所以唱那个青衣啊，就特别好。所以又喜欢梅派，所以就唱起来了。您在舞台上闹过笑话吗？闹过，那会儿还不怎么太会唱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朋友说，他说你上去什么都不用，没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就上去了，上去结果呢有一句唱，我根本就不知道，就撂那儿了。后来谁在后台又给我唱了一句，替您唱了。对啊，后台也给人唱了。这么多年都你还记着？那几年不是出洋相了？紧张的不得了，一下不知道怎么还要唱了。他们说唱啊唱，我说唱什么呀？您怎么爱上的京剧啊？我爱上京剧啊，因为我们小时候住的大杂院里，这个比我们老一点的都喜欢京剧。没事就在家里唱。您跟马先生在一个胡同里是吧？对，是的。拆了就民族宫，你知道吧？当然知道。民族宫就是拆了我们家盖的。马连良就住在那对面，斜对面。对，斜对面。那您见过他吗？我见过他，他没见过我。他那有说过话没？没有。有追着他的戏看吗？那个小孩，他是大名家了。就追着他的戏看，想看他就远远的看到，那会儿他就有汽车了。因为想听梅派，想看梅兰芳先生的戏，但是确实不是经常能看得到的。对。怎么办？听收音机。对。就追着收音机听，但是收音机那时候也不容易啊，没办法自己传是吧？对。这样爱上了无线电。跟京剧有关系，就是跟京剧有关系，有关系。而且高中毕业的时候，北方昆曲剧院是吧？对。来招专业的戏曲演员，您还被看上了，您怎么没跟着走呢？当时我们家说你别唱戏了，你还是这个什么上大学去吧，家里不太同意，又喜欢无线电啊，所以学无线电也行。那会儿呢，那个。我们那会儿呢，北京理工大学叫北京工学院，那就在那儿去吧，就没去。我们那个高中的有几个都去了，还有出名的。谁出名了？最出名的叫柳石明。啊，石头什么会唱歌？柳石明唱歌的。对。他唱歌去了。还记得谁？还有个叫韩建成。昆曲的传承人。其实我李维康老师也应该认识很多爱京剧爱艺术的科学家吧。
对，我这插话就是，我呢有幸跟钱学森老啊，有一次我们在主席台上要排队去先投票，嗯，我正好站在钱老的旁边，哎，他可能也知道，他认识你，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钱学森谁不知道？我呢特别也是真是仰慕这些科学家，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的我们搞科学的一定要研究喜欢文艺，哎，我当时也不理解，所以我今天问您一句，就是确实是有什么关系就这个就喜欢这戏曲？你想王选大戏迷。我呢到他家里，戏我还不知道。哎呦，我跟王选挺好的。他特别的喜欢戏，我到过他家。我早知道，真是跟他一交流就好了。特别家里特别简朴，然后呢就让我看了一下叫杨小楼的，这个一点儿电影。哦，他还有这个呢。他有这个杨小楼啊，就原来慈禧那时候的那无声地鼻祖。哎，鼻祖啊，那一段录像。电影录像他是不知道哪儿弄来的，好宝贵的，好宝贵呀、啊！我其实真的特别想认真的向您请教，您觉得艺术和科学有什么样的关联？他们之间会如何的相互影响？都有很内涵，都有很多学问在里面。嗯，那么首先你要进门你要学，善于学习，学习你就得抓住他的这个重点在什么。你说我为什么最喜欢李老师呢？他学了这个梅派为主，他其他派他都不排斥，有他自己独特的。你说你全是梅派也说不上，就是我喜欢他们，我都喜欢。就是你差一点，你实际上是个李派，没有，就现在没叫出来而已，没叫出来而已，不可能了。确实他有创造性，我们做科学也是一样的。就是不是凭空来的，有很多东西要学完了自己有什么想法，自己要能进去，所以它是相通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李老师要当科学家的话，也可能是个大科学家。哎呦，借您吉言，来不及。一样的，你只要钻进去，就有很大的学问。因此，第一个你要钻研、肯学、坚持不懈；再一个就要有创新性。不是，我理解您今天说的了。我理解了，谢谢李维康老师，谢谢，啊，多保重啊，多保重。您刚才说，您在高中时候的这些剧团里的朋友，有的真的走上了艺术之路，成角儿了。今天给您请来了一位您的老朋友。哎呦，你还有这个惊喜啊！你们俩应该是63年没有见面了，看您还能不能认出来，好不好？来，有请。你这还有点惊喜啊，何林啊！你好，你好。弹指一挥间，61甲子，咱们老同学见面了。你不认识我了，我认识你。你认识我？嗯。来，坐。因为你的功劳太大了。我没功劳。有功劳也有苦劳。两位都是这样。仔细看看。是不是韩建成？太对了，看来60多年，60多年咱们还啊。您对他有什么印象？您说说。聪明得很。聪明不如你。在我们那个剧团里面，真是聪明。聪明不如你聪明。没有。他演得特别好。我们那个戏啊，得那个中学生汇演的一等奖。他是主角。主角。我是一号。他是二号，柳时明是二号，柳时明车氏是三号，他是四号，哎，就是说在那个戏里的，现在呢，我们要排队的话，他是绝对的一号，是不是？他也是极聪明，极伶俐，而且是极热情，甚至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魔怔，戏痴。他就特别专注，你看我们排戏吧，在一块儿排戏，其实他这个角色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他那认真程度比谁都认真。柳时明在那儿排的时候，排戏二小姐，他在那儿有时候看，然后呢，我观察他还拿手比划，
说明他特别专注，是特别执着。后来我又演过那个二小姐，在大学的时候。啊，在大学又演二小姐，你看那就是又更上一层楼了，说明他就是我说他非常执着，学会了，他认真。非常高兴今天能见到你，这个没有想到，真没想到。所以现在他老了，我们都80多岁的人了，后边还有院士又培养起来了，对这点我特别的给你点赞。特别给你，你那个也培养了不少人。培养是，每天上班儿，你天天还上班？每天上班，上半天班，每天都上班，哇，不得了！把这个所学东西全部都贡献出来就完了。好的，谢谢韩老师，那就再见啊！特别感谢您，哎呀，健健康康，抱抱吧，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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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啊！好。好，再见。下面慢慢聊啊。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分享王小磨院士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您爱看金庸的作品啊？射雕英雄传是我看那个金庸作品第一次看，啊，一看就上瘾了。对。嗯，我是出国，在船上，一个船上有四个人住，有一个人就拿抱着一本在看，我说你怎么看这玩意儿？什么《射雕英雄传》是什么？我说他说好看，后来一看就入迷，您为什么喜欢《射雕英雄传》？一个呢，他这个描写人物啊，描写的都是很有个性的。是的，您喜欢哪一个人物？我比较喜欢那个张无忌。为什么喜欢张无忌？这个人心也不贪，你看他。几次这个学习啊，都是这个快到顶峰了，他也不贪多，完了就很好，坚持不懈，所以他成为非武林泰斗了。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他跟那个张三丰啊，现教他那个什么，那个武当派的门功吗？对，就问他，你学会了没有？记住了没有？他说记住了，不行。记住了没有？或者说全忘了，全忘了你就学成了。这个我信仰太深刻了。这跟科学有关吗？有关系啊，就是我们现在学很多东西啊，没有学到点子上，弄懂了以后，很深的学问你可以用两句话就讲出来了。这就是他那个跟张松松学了全忘了，张松说学到了，实际上不是全忘了，你就记住一句话可能就全有了。您能在金庸的小说当中悟到这一点真好。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特殊的道具，我拿给您看啊，就是这个，代表您生活性格当中的多面。从哪儿开始接？我们随机好不好？我们从这面开始接。老师。第一面。揭开的就是老师。您是特别重视人才的一个人。最初的那段日子，就自己带队了之后，花很高的价钱挖来了七个顶尖的人才，其中有一个就成为这个空警2000的带头人了。是不是可以连线一下陆军院士？怎么变样子了啊？王院士好，主持人好。陆军院士你好。王小磨院士是一个特别让我感恩感动感慨，是我生命中最贵重的贵重的贵人。我们四代预警机人，王小磨院士是我们第一代，永远是我们的精神领袖。王小磨院士确实是一个战略家。他在高瞻远瞩，他那时候当所长的时候，在贵州山沟沟里面就想着怎么培养人才。我就是他从中科大买的7个硕士。您为什么说是买的七个硕士？为什么说用这个动词买来的？他花了50万块钱。40万。你还记得？40万，85年。哇，那40万是大价钱，巨款。大价钱。相当于现在4000万吧。七个人才，
所以我继续向我恩师学习，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为国家更多的再做点事，然后再培养出一批更年轻的后续人才。谢谢您百忙中跟我们连线，谢谢您陆军老师。感谢。接着再来这个跨度有点大，潮人您对时尚的东西，对新的东西很好奇，很感兴趣，您是这颗好奇心就是对科学的探索，是不是？我说我不是个科学家，是个工程师。工程师呢，就是把最新的东西啊，你能用上。所以你对什么事都应该敏感点。一看到这个好，或者是东西好，你直接拿来用，或者他那个设计的思想很好，我为什么不能这么设计啊？所以这样积累就多了。所以你讲这个潮呢，也是对的，就要赶时髦。这时髦的东西肯定它有它的这个内涵在里面，它才时髦的起来。您网购吗？网购很早就网购了。这个您的同事说您的衣服都是网购的。有一些。今天的是吗？今天这个不是。今天还是去商场买的。这个衬衫可能是的。这个衬衫是。西装不是。明白了，对所有的事情保持好奇心。行吗？这算随机吗？旅行者你爱旅游？改革开放以后，那首先呢，我们到外面去看。那会儿呢，我也当领导了，就是把那个有益东西都学回来。那么后来退了以后，仍然保持这个，也到处看看，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很有启发。看到这个好了，跟我们的学生说，这个挺好，你们也还是这个充满好奇，就这个吧，绿色。师还是个师。厨师。厨师，您爱做饭呀？做饭会啊，我还会炸油条啊。你还会炸油条？我炸的特别好还。因为我们在三线待了这20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得自己做。自己做你就得去钻研。但是关于厨艺，你也细细琢磨每一个细节，看怎么能弄得好吃，面条怎么能下得好吃。炸油条你光着那个配方它不行，它还有个工艺。就是你和好面弄和炸的时候，你还得把它抓开弄一刀啊，那个都有学问的。且琢磨呢，你也把它当一课题来工作。后来失败了几次以后，就炸得很好，我们在所里都出名。那会儿一炸一大把，大家分点。聪明人干什么事儿都在琢磨，对，都希望下一次比这一次做得更好。是这样。有没有改进的方式和方法？其实这跟您搞科研也是。对，他的这个主要窍门在什么地方，你得找到。你看看，还剩，这个。摄像师、剪辑师，这个我很意外，这不是我们的行当吗？是你们的行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小魔院士有一段家庭录像，是他自己拍摄、自己剪辑、自己编的，到底水平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平，你做过20年，在这儿，给你搞个静静的。脸黑不黑？脸不黑，不黑就行了。哪是静静的啊？那不能照着你啊。别人喊你省下去，别人养。这是80年代的。87年啊。80年代的，那还不行。那会儿只有200多。所以不辛苦。乐出来了。这是我外甥女儿，现在也是老总了。是一个大公司老总。这是1992年到美国。这些字幕都是自己上的。2001年
十一月开始了登山运动，利用许多的早晨，终于捕捉到了日出的全过程。这还有个光呢，你看，哎，还有个光环。2004年就开始有特效了。我刚才看最后的字幕，各个工种就是您一个人。对，一个人。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拍摄的？那早了，我就不是那些那个唱戏那些照片啊，就喜欢照相了那会儿。您是对这个感兴趣是吗？感兴趣。喜欢。对，一开始照相就喜欢，后来有摄像了就更喜欢了。是吧？完了以后呢，摄像那个自己摄的镜头肯定是不好看的，所以必须把那个精华弄。您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这儿有特别专业的，用过这样的大的机器吗？没用过。我这小的小摄像机，想不想试一试？怎么试啊？试什么？让我们的摄像师教您。啊？让您操个机。可以啊。真的？也让您起来活动活动。您操这个最先进的啊！你请坐。哎呦，这个样子！哎呦，还没看到过这么先进的呢啊！来，先看到你们多可惜的。关先生您好，我们这套设备操控系统控制的是这套电动轨道。哦，然后那个我们主要分为三步，然后这个底下这个脚踏板是控制轨道往左走和往右走，哦，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摄像的这个画面，嗯，然后这个上下左右是上下啊，这是控制这个摄像的画面，嗯，然后这个是一个变焦，可以改变焦距、推拉远近，哦，远近的，对。哦，这个对，您可以踩这边，这一个脚踩可以往这边移动，你看哪个移动啊？你看，咱们可以找一下朱迅老师，是这台机器吧？对对对，是这台机器。往右走，对对哦。小毛老师，您看见我了吗？还没找到啊，找到。我在这儿。对，小毛老师，你能跟着我吗？对，可以。跟着我。好，特别好。跟着我，我在这儿。跟着我。特别好。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移动镜头，请您跟随我到这边看。在这里要特别为大家介绍的是，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预警机。看到我们上面的大蘑菇了吗？这就是雷达。挺好，挺好。这个、以后啊，不仅有小机器，也有大机器。那小的它会抖，这个不抖。对对对，它一点都不会抖啊。那小的看着抖，看会儿就晕了。好的，谢谢小猫老师，把小猫老师穿回来。最后一个，来。摩托车手，摩托车手，您骑摩托？对。您这么潮，您什么时候骑的摩托车？我大学的时候。为什么喜欢骑摩托车？这个喜欢车啊。就喜欢车。小子喜欢车，嗯，有速度感，嗯，也有冒险，嗯。大学时候喜欢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不是对未来很有帮助？那当然有帮助，就是我们当时叫德智体全面发展嘛。王小毛院士也在嘱咐大学生，大学的时候不要光死读书，而是要参加各种社团，然后培养各种方面的能力，这才是很重要的。对对对，比较活跃。嗯，所以呢，时间上就有一点矛盾，嗯，就是花到功课的时间没有那些全五分的学生多，嗯，但是我们记得我们班有几个比较活跃的几个，这个都发展的比较好。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来吧，接下来这个清单也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分享您下一个。还有，下一个作品是一个雕塑作品。您为什么第三个艺术作品会选择的是这个雕塑作品《使命》？这个雷达呢，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设计成功的雷达。它的研发成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使我们雷达行业能够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自主设计的
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个东西比美国人当时的东西要好。嗯，那是70年代开始做的，搞了13年，到83年才做完。那个雷达呢，就那个上头那个照片那个雷达呢，就是我们做的真正的第一部雷达，拿到部队去用，现在退役了，放到了我们新的这个研究所的大门口，让我们每一个进所的人都想到，做好保卫祖国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这个雷达的意义。我们38所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您这一辈子做了好多冒险的事儿，我们把您的这些年的经历啊，几十年的经历，画了一张图表。但我们很意外地发现，有很多高光时刻，也有很多挫折的时刻。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来，您看，咱们从年轻的时候说起。23岁大学毕业，您就被指派了非常重要的任务。对对。就成为带头人了。但是24岁，这是您的一个低谷。对。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要自学英语和数学。对。1962年，这是。因为我们在大学，我们这代人都学的是俄语，没有学过英语。数学呢，我们学了高等数学，学了很多，但没有学过概率论、信息论，没学过。那所以呢？要从头补课，我不讲吗？大学把你带进门，你是有自学能力，你没自学能力，你后面就瞎了，是给我打了很好的基础。对，29岁，我们看看又遭遇了什么？管理计算机房啊，其实，在当时的那个历史条件下是被边缘化了，但是您被边缘化了，如鱼得水，好像玩得挺开心啊，在计算机房。不但是开心。这叫终身受益。终身受益。那会儿都没有人到计算机来，我就变成计算机老大，我说了算。那么所以就从头学起。那就先把这个计算机啊，你就跟你们这个要能掌握它。掌握它还要能修它，我就编点程序干什么，自己跟自己下下棋，我跟计算机下棋啊。那我得编个程序干这个，完了以后让它唱歌啊。让他就干这个事儿，这段我是一辈子忘不了。我忘了说，29岁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把它忘掉呢？不能忘，不能忘。29岁结婚了。对对对对，对。您跟老伴儿打入机房了吗？打入机房了，也没事了啊，就比较轻松了，自己能控制自己了。然后怎么跟你在哪认识的老伴儿啊？我们在火车上啊。那怎么就认识的呢？坐对面。坐对面聊着聊着就谈上恋爱了。没一个单位的，那会儿都是参军的，都穿着军装。您系了他一根绳子是吗？对，有这个事儿。故意借的吗？不是故意借，他下车了，那个东西拿不起来，我说我这绳子你拿去吧，虽然是在被边缘化的一段时期，但是真的是双丰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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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低谷中的乐观和勤奋好学，为王小模后来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3坐标雷达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随后调入贵州都匀3线工作的艰苦条件下，他带领团队用了13年的时间研制出我国第一部自动化3坐标雷达，实现了我国防空雷达从单一警戒功能向精准指挥引导的重大跃升。然而在研制的关键时刻，王小模却遇到了人生中最煎熬的日子。这36岁还有一个节点，武汉试飞预故障。这个坑跌得挺狠呐，挺深呐。72年呢，我当总设计师。7年时间就设计出来了，也到北京来试飞。我们自我感觉很好。结果被人家挑出毛病了，说你这个雷达不行。这个有个缺点，这个解放军不能用。那我们就瞎了，因为我当这个总设计师，也是所里一个研究所，这个1000多人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产品。如果这个呢，我们这个所就砸牌子了。所以呢，
就是搞来搞去，那么北京也有人支持我们，说再给他个机会，让他把这个缺点给弄了，那我们就下决心，又搞了3年，就把这个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了，行不行？就到武汉去试飞，结果呢，试飞的时候呢，试好试坏，我找不出毛病来，这个时候就情绪低落到，找不着毛病啊，找不着毛病，我是总设计师，所有的部件全是好的，没有坏的，最后你看不到飞机，你怎么办？找到原因在哪儿了吗？最后找到了，所以我说那会儿就讲嘛，真想跳到江里去，一了百了算了，就是偶然一个机会看到一个现象，一追着了，大概有3个月时间，找到这个毛病，一下就豁然开朗，这好了，后面就是荣誉全来了，一通百通。但这3个月太煎熬了。那3个月是煎熬，100多人在现场，就跟你们这一样，最后出了毛病了找你，你又找不着毛病，你说这是毛病，人家赶快来找，找完说这证明他是好的，所有人都是好的，就是你不好，你怎么办？而且都看着你，如果万一不行了，就对不起这1000多人，也对不起国家，花了这么多钱，所以叫走投无路嘛。就像您常挂在嘴边的，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对。然后46岁，1984年，我国第一部自动化3座标雷达研制成功，也就是您所说的，整整花了13年的时间。对。47岁任第38所所长，合肥。53岁，我国第一部中低空坚固雷达研制成功。这是1991年，55岁。60岁，63岁，天哪，这个应该是直线断崖。68岁到底发生了什么？2006年发生了什么？我又要死了。两过生死关。两次生死。精彩内容稍后播出，敬请关注。2006年发生了什么？车祸，还有癌症，淋巴癌。差点死了吧？您这怎么会发生车祸了呢？是我们另外一个预警机，我是总设计师，到那个合肥去试飞。试飞晚上我出去以后呢，结果那天刚好也没有车，坐了个出租车，结果跟大卡车撞上了，就撞死了。我可知道死了是什么滋味了，是舒服得很。一点感觉都没有，连什么撞车砰响一下都没有，就坐在那儿就没有。后来怎么感觉到了？那警察从那个车厢里往外拖我，醒了。是怎么了？这也疼，那也疼的，哦，出车祸了，如果那会儿就死了就死了，一点感觉都没有，结果死了一次，后来被救了。当时车被压成什么样了呢？车撞扁了，那个前面玻璃全都弄了，门也开不开了，满脸是血。你伤在哪儿了？腿断了。那怎么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车祸完了又发现淋巴癌了呢？这叫因祸得福啊！得了车祸以后，不是把这个就关节都弄好了以后呢，就要用拐嘛。用拐走着走着，我就这不舒服，老摸，一摸呢，有那么大一个。一个瘤啊，在腋下。然后我就去看去，一看那个护士还是很负责，他说你这不是良性的，一串是跟葡萄一样，一串，他说你赶快去再复查一下，一查马上就说你是个恶性的，所以治得早，早期的。现在根除了吗？没事了，但是查出来以后第一个印象就是哎呀，我又要死了。您短时间两过生死关。两次生死关。一只脚都踏进了鬼门关。但是这什么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的就是您吧。哗，就像飞机起飞一样又上升了。为了发展祖国的预警机事业，王小磨院士始终坚守在科研最前线。即使在病床上，他也心系工作，和设计师探讨交流。
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又拖着虚弱的身体赶到了试验现场。在零上40摄氏度、零下30摄氏度的恶劣环境中，年近七旬的他在90分被噪声干扰的飞机上一待就是4个多小时，经常加班到凌晨。在他的统筹下，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我国就走完了西方几十年的路，成功研制出自己的预警机空警2000、空警200。预警机的成功研制是继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之后，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又一座里程碑，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意义。2013年，75岁的王小摩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如今82岁高龄的他，依然带领团队奋战在科研一线。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位科学家，一位艺术爱好者，您内心的人生感悟？你在高潮的时候，你得意的时候，不要忘乎所以；在低潮的时候呢，要有信心。您的人生信条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再坚持一下就是成功。往往最难的时候都是不再坚持了就完了，快不行的时候往往就是你快的。今天您的学生知道您来参加艺术清单，也都从4面8方赶来了。我们去迎接他们，有请各位。你们好，欢迎你们。熟吧？非常，跟我的学生。有什么话跟老师说？谢谢主持人。可以说呢，我比较幸运，就是研究生一毕业呢，就跟随王院士从事科研工作。一直以来呢，跟着院士学做人，学做事儿。学做人呢，我理解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爱国。学做事儿呢，其实他经常跟我们说一句，就是成功往往来自于再坚持一下。我们这一代人呢，也必须坚持自力更生、协同作战、顽强拼搏、创新突强的预警机精神、坚韧和钻研精神，科研强国，科研报国。今天我们也给我们的老师准备了一首《我和我的祖国》，也借此呢表达我们对老师的敬意。第二呢，也是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强盛。好的，掌声有请。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已倒车。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小的漩涡。像海的欢乐，我最亲爱的祖国，你是大海永不干涸，永远给我碧蓝星火，心中的歌。我最亲爱的祖国，你要钻研学，坚持不懈，你只要钻进去就有很大的学问。那你得意的时候不要忘乎所以，在低潮的时候呢要有信心，做好保卫祖国是我们的使命。